2000减6人来摆，应该100多组吧、啊，早鸟的都卖东盘的。这周末桃园龟山区、八德等地，预售案都出现排队买房人潮，此接待会馆跟馆外的棚子都是人，甚至有人为买到心仪户别，提前2天夜宿卡位，让不少网友、房地产业者直呼太疯狂。专家表示，当前房市掀起一波恐慌潮，消费者预期现在不买以后会更贵，若地段条件佳，搭配优惠付款，可能就掀起第一波抢购潮，而价格不见得特别便宜。我们今天有办说明会了，有拿到贵宾券的，我们才开放。一天而已。为什么会有这个排队的盛况？是价格上面的优势吗？因为它是林北唯一三节教会的一个地段，捷运站旁边，然后坪数做的也不大，我们是做19到34，总价符合消费者需求嘛。我们开50多到60多都有，但我们早鸟贵宾是打9折的，我成交价都50多了。那总价大概落在多少啊？大概就1000到2000以上，首购自住的居多。